好吧，那个时间嘛，差不多啊吼。迄、那个今仔真欢喜，邀请到会使。后面还有伙伴，不错。这我很好奇，各位是对社会运动有兴趣，还是对摄影有兴趣啊？都有。好，这个你真正内行的。如果你 Google 一下吼，宋龙泉大哥吼，我们。有社运界拢叫老宋，啊，但老宋不是那个宋楚瑜啊。好、哦，那他在摄影界真的是有他一套的方式，而且是比较独树一格，还蛮靠谱讲啊吼。那这是一即侪许酒摊内底即侪人较无了解的部分啦吼。伊其实唔来要啉，伊的店面的功力也真好。上重要就是，伊嘛行这条有点命的路，介久啊，所以是这段历史内底，伊用摄影机做真好的社会运动的记录，这是哦另外一种的无同款的角色啦吼。过去迄个台湾的环境运动内底有一群人，因组一个叫做绿色小组，因是用摄影，迄个就是咱台湾的迄种录影机的。先锋部队，但是啊，用相片，用伊记录社会运动，老宋啊，是中华先锋部队，所以一直持续到尾啊，台湾有真侪跩，不管乡土研究啊，或者是228，吼，还是社会运动，诶，一挂，尤其过去咱什么要老贼下台啊，打破万年国会，我嘿。野百合，你要不要爱什么相片？都拿一样，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很难想象哦，一个画面变成了一个历史的证据，或者很重要的一个画面哦，所以有时看到嘛，够震撼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内底，我想用相机能做真侪代志，啊嘛看到真侪代志，啊有真侪真强的意识，嘛有真侪伊。真会当感觉讲安尼，迄种不准无可能啦吼。所以我相信这有真侪无同款的时刻。那我想，咱就开始来，互伊来分享好啊吼。我是其实尽量要拖时间，但是不要紧啦，后壁来算了啦吼。我想咱遮拢新闻拢啊，一般到7:40阁有人会入来吼。但是咱拜托迄个手机啊吼，咱就关一下进度吼。好，你关好啊。我们要掌声欢迎吗？哦，掌声欢迎！一般是用掌声，就几啊声，伊才有反应。真感动，真感动！我到6点哦，才拄伫台北转来甲家己哦。真感谢国信哦，办这个讲座哦。啊，废话不多说啦，因为后面名真多哦，惊看袂完哦。那我就简单，整个开场白就短一点啦哦。那今天的那个讲一个摄影家的时代足迹了啊，摄影家的是我啦，是我在这个时代所留下来的足迹了。而这个时代还有另外一个意涵，就是说我在自由时代所留下来的足迹了啊，两个时代啊，一个是我在这个时代所留下来的足迹，一个是我在自由时代。郑南榕这边啊，我上这个郑南榕创办的自由时代，我在那边待了3年啊，这些照片真的在那个时代。那个时候所留下来的啊，那一部曲是我在参与反抗运动之前，流浪台湾6年，事业的6年啊，为了把摄影学好啊，把工作辞掉，就背着相机在台湾岛上四处流浪，像鬼魂一样啊，流浪了6年的一些所留下来的纪实，就30年前的云林的北港牛墟啊，啊什么。看追踪啦，都要到处去拍。然后第二部曲呢是，在1986年有一个机会了，就参与党外啊，就等一下再讲。那第三部曲就现在，我拿着麦克风到处在演讲一样啊，到处在社区大学教摄影，就是我用相机在关心人间事，就是我的30年摄影30多年来的一个自己的整理的一个过程。那我来介绍我自己一下。我叫宋龙泉啊，刚刚那个国信说你可以 Google 一下，他没有讲后面 ，Google 一下有3000多条条目啊，所以拍哪几张先来第二遍啊，看都看不完这样。
那我最早的在格马兰杂志，格马兰怎样啦？是宜兰的较早的名啦，哈，格马兰，格马兰哈。那啊，先说我为什么会用照相机去参加反抗运动，参与反抗运动哦，就是说，我为什么会去学摄影，就在美丽岛事件的那一天呢？那我为什么会提到美丽岛事件？因为从小，大概我国中一年级、二年级开始在看，偷偷的看党外杂志，我是早熟的扎秋的边哈，就很。就是那时候的所谓的文艺苍白的文艺青年啊，然后就是去看党外杂志，那党外杂志写得很精彩，啊，看都没什么照片，不要说好照片，连照片什么都没有。我想说大概东华哦，没有那个摄影的人才，然后就立志哦，要用摄影参与党外这样。所以没导师以后，我在想说我要做什么事。那在偶然机会里觉得自己。好像可以拍照，然后就是说啊，那我用照相机来参与党外，那不要下棋嘛，就是那把摄影学好，那来用照相机来参与那个党外运动这样。所以经过了六年的流浪哦，然后感悟嘛，而后啊，就刚好我们宜兰有一个《格马兰杂志》要创刊，啊，就是尤锡坤当发行人的哈。那个陈启的弟弟陈武金当社长啊，我们以前的前宜兰县长刘守成当总编辑这样，他们就在征人啊，征你要征美工啊，大个大几万，他这样打不是用电脑打的啊，用那个打字机打一打，然后剪剪贴贴那种美工啊，包点朋友哦，滴拍一下，开拍一下，用啊，老师你就四个月久啊吼，无你去做美工好啊，安得。可是我爸伟安啊啦，从小要当立志要当画家，然后没当成，现在变成当摄影家。哎，我无你去做美，做美工好啊嘞。我说机会来了，可以跟党外站上边了。然后就丢了我一本摄影的照片集给他们，给那个总编辑他们看。用啊，哎呀嘛，不离是慧眼识英雄啊。伊讲哎，少年啊，翕拍好哦，啊应该大个嘛，大了也袂歹安尼，用摄影机去征美工，这样，啊，他们就把我当教去当美工，就这在《格马兰杂志》啊，这我能够为吼，就创刊才第一期而已，就发生了519事件，等于是反戒严的519。我说，这个就是我要拍的啊，我就自己一个人背着照相机哦，爬到龙山寺去，我第一个就惊死啊，人生地不熟，俺在龙山寺里头，那个等一下再讲好了，就这样子呢。我就一头栽进了那个党外的阵营里面，这样。啊，过没多久，那个时候有一个团体叫新潮流了哈，他们到处去下乡去做组织这样。啊，碰到一个哦不世俗的女人哦，我们现在都很有名，叫做陈文倩，台东版的哈，她在外头朋友。已经了，然后他就说啊，你老宋，你坑伊宜兰啊，无彩，你敢去台北？说我就到新潮流杂志去了，因为我就越来越靠近党外就对了。哦，警官就在说啊，我的世代来了这样，因为我一心一意要用照相机去记录台湾反对运动的过程呀。我就刚来杂志待没两个月，就跑到新潮流去了。那到新潮流没多久，就叫出国去念书了。我就失业了，然后当时郑南榕在办228公益和平运动，啊，那时候也没事做啊。我说，228，我从小有这个印象。哦，我妈妈都说啊，你那那无依无嘴啊，无依无嘴。然后我就说，那现在也没事做啊，我就去跟着他们的队伍去拍。啊，又碰到一个慧眼识英雄的叫郑南榕啊，你说，老外林玉凤，我平时是秘书的，我一直想一想。看伊刚刚不离搞英雄，叫伊来张志霞上班啊那个，啊我就去了，哇，啊我的辉煌的人生就在《自由时代周刊》，啊后来离开了，等一下会讲，啊后来有一个经验叫去做行政院长的随行摄影的哈，官方说法叫摄影官啊，我很讨厌官，他是一个随行摄影这样，啊。后来一路走来，就在我们这边当设计大学的讲师教摄影。大概我的简单介绍到这里。
那这张破破烂烂的照片呢，就是决定我命运的一张照片，改变我人生的一张照片。那我从小立志要当画家的时候，我两三岁就开始画画了，后来没当成了，就是因为我得评论讲啊，不你去上了，这红啊画也未好势啊，去上可能有可能安尼啦。哎，我就拿着照相机去到淡水河边这样，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看到孤孤单单的一条船，哎，还蛮合我的心境，我就拍下来。然后第一天，我第一张照片呢，我就自己冲片，啊，自己洗照片这样。然后看着一张白纸慢慢飘出浮出一条船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的命运已经被定下来了。啊，摄影当应该是我要走的路了，就是这一张改变我的命运。嗯，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你看，能挂个鬼塞，你都很别该先相片了，所以挂个几塞。嗯，那这第一部曲呢，我们就跳过，以后有机会再讲第一部曲了。那第二部曲就用相机穿云反抗运动，等于说我按机会来，我要把握机会实现我的理想，就满腔的热血就介入时代的脉动，就带着我的照相机，连台北什么哪一条路我都不知道，就去到台北了。然后我就很执着的、很认真的、很用心的，等一下看得到为什么拍街头运动那么多人，我的记录应该是比较好一点点的一个人啊。那我很执着的做一个独立的摄影家，我为什么以他的感悟啊，那些被忠实啊、联合了是啊哈，去易如反掌，但是我们就不要去，我们觉得台湾，我对台湾的媒体是非常非常的讨厌，觉得做一个摄影者哈，去那种媒体哦，是一个没尊严的事情，所以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要去那个报社就对了，所以我就做一个独立的摄影家，刚好有时代杂志啊那种。非常自由、非常开放、非常尊重的一个杂志，所以我一带就我一带过的是那个杂志，前面两个比较短的哦，真正带过就是《自由时报》，拼命，我就变了去了，但你垮得快掉了嘛。那做一个有观点、有立场、有思想的记录，因为我在我常年看党外杂志的过程里面，我就给自己一个说法，说。人说啊，摄影者要客观啊，记录者要客观，我才不相信什么叫客观，我是要一个有观点、有立场、要有思想的。所以说，在等一下整个的照片里面，你应该可以看得到我讲的这些东西。啊，第三部曲就现在开始，还在进行，现在进行式啊，有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那真正好戏要上场了啊！用相机参与反抗运动。第一个，宣战。美丽岛事件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街头集结，就是在这一场，1986年5月19号的519取消戒严绿色行动，在台北的龙山寺。然后龙山寺是民主的圣地，啊，个人台湾较无去台北吼，龙山寺拜拜所在，但是那里是。所谓党外的圣地，民主的圣地。当我在人生地不熟的台北拍照的时候呢，因为第一次上台北，非常的害怕。啊，不过这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，我自己就背着相机包，背着相机就去了。第一次见识到什么叫情治单位，密不透风的情治单位，因为我很早去嘛。就摄影者要第一个到，最后一个离开了，我很早就去了。然后呢，整个运动集结一段时间以后呢，我看到一个景象，这个看起来像什么？像监狱。对。那我的图说里面写说，规个台湾岛哦，那其实就一个大的监狱。嗯。这个龙山寺呢，是一个小的监狱。那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也有一个监狱，那我就拍了一个，把龙山寺拍成像监狱一样。后来这个门好像拆掉了。那这个要反戒严，要抗蒋家，那时候谁敢抗蒋家，都通通抓起来。那时候戒严时期了，你敢看，敢写这个字，早就被抓去关了。就在龙山寺，那时候是这个应该算美丽岛后
比较大规模的一个集结哈，每条料人民来，大家拢噤若寒蝉。到1986的1989，有那几个党外比较激进的党外杂志哈，比如说《新潮流》跟那个郑南榕的杂志，啊，加上几个团体发起的这个反戒严的，反了2年就解除戒严了，所以反抗是有效果的，等一下就看得到是。外面警察团团包围，一层一层几十层，把这人包围在里面，他在那边唱歌啊，解除戒严，然后在人民审判室吧，咱讲较早吼，司法叫做有期判刑、无期判刑，啊，当我大家拢来来叫做司法，那也是应该也是第一次有个大规模在街头为了司法在做反抗的运动。那林正杰那时候是叫做街头小霸王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现在已经不是了，已经很老了。在这一场运动里面，让我深深感受到说，因为这场运动大概是美丽岛后在街头流窜的第一次，好几天哦，不止一天哦，每天都在街头跟他流冲来冲去，冲来冲去，然后深深感受到人民的力量。那这个地点在哪里？在繁华林森半楼，哎，林森别墅嘛，基本上日本个人都，那时候我就感受到人民的力量，大规模的在街头流窜的，我第一次看到哦，鲜花革命，把它拍得好太漂亮了，剑南哦，这是剑南。就真是，我来看下啦。好，是是是，这无，无好看，是是是是。你个动作龙山寺啦。所以，在鬼爷的，在我们在整个的拍摄过程里面，其实它这个变化移动很快，然后无形的危机在哪，无形的危险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还是把照片拍得很漂亮。那么多人，极少极少看到，人家无法想象说那个年代有这样的场面。我就回头看哦，看那我其实我自己的书，我都常常有事没事都把它再看一看。我说哎，这样你看，他要入监啊，这时候但入监的时候到了啊，妈妈告别，跟妈妈儿子，这个是林正杰了，对啊，林正杰，哇塞，还有哪部？要告别，大家要送他去监牢，司法都是辛苦很多的，要送他去监牢做监狱，抢注意口才，因为管他谁，他放弃，你帮他回家，他好好，因为那个伤的太大，对，你这样有劲呢，那夜店，哪里有看看到警车？哇，查着哎，对啊，我是讲我都没想过去他爸。看一下，本来应该通通关掉，后面开。哇，他每一台公车已经成为历史了。嗯，这，哎，你来，很多蛛丝马迹哦，都可以看出当年的一些。而且现在没有 Vespa。嗯。那时候很多 Vespa， 现在都没有。对对对对。对啊，超人战。对。那么伟大。我若看到这个时候，看在他拍片没送你啊。对，有时候看一看，回首一望，很多人都变了。第一次占领法院，把法院占领起来，让法院坍塌。台湾人民地方法院，把盖到台湾人民地方法院，这是林正杰这个案子。啊，反而，尽早配合这样，这是1986年的10月10号，第一次的。哇，一直都开始光辉老家人哦。在开天大楼游行，是第一次，还有一个第二次，现在看到第二次，这个都是后来制服的人嘛，等一下会讲。那安哥阿鲁，哇，在台电大楼前面表达会有这样的想法。有时候看到会26年了哈，那1986嘛，跟2012然后你在那边讲，好像啊，真酷了哈，这个让大宇啊。
测试也测过。嗯。来，民进党诞生记。党禁的，那时候戒严的48年嘛，党禁的38年。在1986年的10月10号正式的突破党禁。你看928是在圆山宣布要阻挡，计划国民党也打了，国民党不干了。在10月10号正式有第1000代表大会正式选出党主席，所以应该是这一天算是真正的诞生了。嗯，这也是多么厉害，你看，还不知道他要当党主席，我们就可以把他拍得这么大。这个是对，还没选党主席的时候，在金华活动，这摄影家的名字就在这里，在这条回来就当主席了，拍得这么漂亮。但是不是现在的新党啊，是民进党的新党。哦，这个在金华国中。对，这个是谁啊？江鸿坚，第一任当主席。江鸿坚。哦，不是黄信介。对，我一直以为是黄信介。黄信介是我改的。哦。第一改江鸿坚，第二改姚嘉文。哦。然后呢？其实要这个要不要讲这个故事？这个故事很精彩，不过怕拖时间。没关系。我那时候说，那时候好像，那么哎，我送你当谁？其实早知哦，去等啊！啊，拢无讲要创啊，都没有讲要干什么。那个告诉我那个人叫做邱毅人。嗯。伊讲哦，所以买下其实较早知哦，去 A 地点啊。A 地点。哦，去 A 地点。啊，讲我安暗个人啊，要做去台北哦，捌哩不几个，就坐一条的。啊，一条人话你先上，我啊不你跟我来啊，我就开去。啊，唔知咩事，爱来遮，啊，遮我唔知咩度，啊，一阵人你闯我嘛唔知，我都不知道，我迄搭讲唔知讲明仔载你做动，啊，我讲我下明仔载来等，咱就来等，都没有讲要明天要干什么的内容，就对，包括找我去要干什么也没有跟我讲，就刚刚叫给去炸炸啊，去等等的，啊，去 A 间学堂安尼，去 A 啊，一个 A 加出 B， 啊，去打 A C， 啊，这个所在我嘛唔知，遮到位啊。好几天我才知道，哎，不晓得他们在干什么，啊，只知道他们很神秘，哦，就拍一张一个人很神秘的样子这样子，啊，这是干了，然后，这是十八人啊，我们18通了，我们组长18人工作小组，你本来有4人小组，但928的时候十个小组了，啊，真的就讲，国民党在变掠人嘛，无变掠人，唔知。啊，讲加拖几下来，安怎对啦？啊，十个人啊，十个拢坐啊，那人家十个拢掠，伊嘛都无去啊。哦。所以后来又多了邱毅人这几个新潮流的，嗯，就变成18人。而且这组长工作小组中，演你党纲党章啦，吼，演你什么这样。那你说这历史的偶然？一般我们做摄影的，怎么会去拍这种拍拍坐的、拍拍站的这样？对吧？那嘛，翕个都给说的啦，嘛是这边，哦，比较有气势的，但是这张照片变成民进党最重要的一张照片，那历史的偶然呢，不是必然。就讲这个阿妈，阿妈生事啦，赶紧给他穿起罩子，赶紧想看这个，你叫伊坐啊，你叫赶紧坐，啊，这张没收钱，卖了很多钱，最重要。这是组长工作18人小组，然后呢？这里完了，哦，这个我们吵起，唔知忙干代，哎，翻鸟饭店，头一个去看到翻鸟饭店，在翻鸟饭店的门口，他怎么下来就想，他边仔插一个牌啊，叫做淡江校友会，他原来里面在干什么？在这地以上，我其实这地还未用过。哦。他当然插起，但你把大家算拢进来了，插一个牌叫淡江校友会。哦。那里面就是。民主进步党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，就是一全会。后来等这个布一拉开，警察就包围过来了。哇塞！好哇来了，那等下写一条，要撞了。这个场景是这样。啊，这个场景就是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。啊，他是开放几分钟给国外媒体，国内外媒体5分钟，其他全程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有。这个画面呢，就是他开放给国内外媒体我文件，同你讲啊，营地走动啊，过来的用清场，就我在里面。那、啊、这个元老呢，啊，全世界只有我一个。
别人都不能进去。云龙茶艺馆，这现在云林县长苏世芬开的一个茶艺馆，在干什么？在选中执委、中常委、中评委。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最高领导的就在榻榻米上面产生的。嗯，啊，这很好玩。原来以为他要当党主席。啊，费希平。哦，费希平。原来以为要他当党主席。嗯。那我们这艺术家的名，摄影家的名字，讲讲这高端老啊。一个人孤单的，不要逼他去听。听证的艺术家，摄影家的名字。又名字又来了，咱他这臭味天啊，臭味天。臭味天。吃一个米饭啊，这些差不多就是。然后呢，就在很穿神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他叫什么名字，我都还不知道。啊，这老康这一排，明天都一排，你这样换出来，你讲的啊，我一场了新潮流一挂，讲解的一堆人做一个墙角，分派戏，新潮流一派都坐那一角落，美丽岛人就这一个角落。哎，这个是第一届的中常委，你看台风目前这样，赤脚中常委。啊，这在选中评委啊，第一任的中评委，这郭吉仁以前在那个劳委会啊，这个是邱毅人，落魄在内门种番茄，这样你跟家己落魄，就是啊，这是中评委，这个戏。贵阳龙的招待，啊，这中执委，啊，31个中执委，张相片看我重要，你大家拢老毛啊，这个是杨金派的好镜头，这戴正亮，我们这不行，陈武进，那陈吉的弟弟啊，这介绍不完，哎，在恒格力量跟正报机器。主席梁总官台湾局长事件，这第一流属下是台湾第一次大规模武力镇压的一个运动嘛。宪兵，咱头一届看到宪兵吓大阵，我因为我没当兵啊，因为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啊，我已经看不见，说啊，那不要当兵也好，我说没事。然后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警察。啊，这还有先讲另外一个故事，同样一个故事吧，就是说在我们要去拍摄这一个运动的时候呢，我在想说一定被封锁。那我跟一个日本共同社的记者，跟张丽华后来制服的那个，还有一个4个哦，日本共同社张丽华，还有一个现在日本当教授、当历史教授的一个朋友，我们4个人就先潜入机场，就把 BDA 的那个。拄啊底，跳啊卡，就福利社的柜子底下这样。因为疫情，第二天会封锁，所以我们说要先进去。因为第二天许信良要回来，许信良为什么要回来？因为台湾阻挡他要回来加入党，然后原来很早就要回来好几次，国民党不让他回来，所以这一次他就民众都是心里嘛，心里不必刚，然后当时觉得要，然后创党是他在美国先倡导的。说起来，台湾已经壮胆了，他要赶快回来，国民党就不让他回来啊！我们反对运动这一堆人要去迎接他这样子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前一天晚上就潜进去，但是到9点多的时候，气温越来越不好，看到满机场都是装甲车在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然后政报部队开始清查，我看到很多宪兵、很多警察一直在找人，就对了。我们看，哎，情势不妙，赶快脚底抹，赶快走。要走到半路呢，在那个这个事发地点的地方呢，就过境旅馆，就开始在电锯嘛，9点多开始去电锯嘛。我们就赶快跑出去，跑到许国泰。那时候第二天是要从许国泰的服务处走到这里来，所以我们就哎，那先到许国泰那边去。然后第二天又过来看，哇，怎么都是宪兵，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宪兵。然后呢，看到这个很亮很亮的那种盾牌，你看到它，你就觉得那是压迫感非常的大。然后你看到前面亮晶晶的皮鞋、铁鞋，我那时候以为是铁鞋，然后第一眼就觉得说，啊，那叫塔铁的作品啊。
所以我就把这种压迫感、这种感觉呢，就把它拍下来。所以一看，哎、欸，一边是国家机器，一边是这个江鸿先啊，刚当选主席那个，一边是人民。所以我的这张照片叫做“兄弟，你站在哪一边？”嗯。然后呢？人来了，这边呢，甲方哦，公方好了，哦，公方，用用剑来，大批人马过来了，这边呢，防守的，到了哎，两军对阵，山雨欲来风满楼，但是这边发生了，开始抓，抓水，抓水，这不仅抓水，他把那个水里面还加了催泪瓦斯，哦。一派冷干嘛，一缸是加红药水，一缸加翠瓦斯。为什么要加红墨水？为什么要加红墨水？做记号。抓抓的哦，你若有衫有红红的哦，表示恁拢遮人来了，恁两人较好了。过来，在那个水里面弄翠瓦斯，我就是被喷的烈如瀑布，然后烈如门庙，我是烈如瀑布。那摄影师说。在第一个嘛，左钢琴从出去转，转碎了，大龙鱼我嘛鱼，对吧？啊，就这个，你知道是刮豆还是鱼啊？完全不是，那蛮鱼头发的，还是鱼头发的，那是不是唔对？啊，他又都开始啃咯，你赶紧转那么个啃，这样子啦，你赶紧转那个啃的啦，啃的，我是啃的更早啊，更早这唔对啊。还翕相呢，对吧？那是，哦，那那阵子大概肯定蛮容易照，那是就好了，唔是会整。嗯。啊，丢来丢去，很激烈的哈，没有派的人打。然后呢，当我泪如瀑布的时候呢，眼睛都睁不开，一睁开就眼睛就一直掉的。我就想到说，在这个时候，当人被压迫的时候，人跟人之间会怎样？我想拍一张人跟人在这个时候，人跟人会怎么样？啊，隐隐约约看到一个感人的画面，我就把它拍下。所以这样说，哎、欸，我怎么这么厉害？这样对焦不准，哎，我就懵懵哦，对焦对不准，对焦对在这里，但是我就觉得还是很动人的一张照片，对不对？放在我的书里面，我哎。然后过了一阵子，哦，那个飞机就来，在那边盘旋，就威吓你了，用吉兰达用等你啦，不要被暴民所煽动啦，然后就叫我们回家这样，然后我就眯着眼睛，很刺痛，眼睛很刺痛，还是很多泪水，但是我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那里，你的战斗，这是战斗的手势嘛？哈，鲜花革命的感觉在那里，有一股人民的力量在那里，我就用我的泪眼把它拍下来。听说我们业界哈，公这1986年最佳年度最佳照片，我说。